法继续参与我们的比赛，他是职业选手，就跟他说拜拜。我们的棒球队就撞不到他。Tommy。请我们颁奖的那个小姐们准备那张职业卡在下面啊，一张。那我们这个呢，职业联盟的传统，这个职业卡的颁奖都是由我们裁判长直接颁给这个得主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成绩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直接请我们裁判长直接颁给我们职业选手。在这里面 ，OK。For the men's physique, open overall. The winner goes to 是谁啊？是谁？你们觉得是谁？各位 ，71。我们就是 number 146。From Thailand, 我们泰国的选手，我们泰国的选手，再次恭喜，哎，谢谢我们这两位选手，谢谢，再次恭喜我们今天呢第一位诞生的职业选手出来了，再次恭喜我们来自泰国的选手。